谁呀？还记得我回国的日子啊？你是被学校开除了，还是被遣返了？你就不能想点我好吗？我是学分修满了，提前毕业回来的。行，回来就行。什么味儿啊？想熏死谁啊？你妮姐呢？睡大觉呢。呀，这画的谁啊？就是。是个人。说实话，是个女孩。哼，有喜欢的人了吧？小屁孩。我不小了。啊，行。